宗庙是极为工整和庄严的建筑物之一。它是用来供奉历代国王和王后的牌位的祭祖的地方，没有任何装饰，结构简单，但充满神圣与庄严的气氛。朝鲜时代历代国王与王妃的牌位均供于此，浓缩了王朝的正统性与对祖先的尊重，体现了韩国人对传统与种族根基的重视。宗庙体现了朝鲜王朝的权威与正统性等象征意义，使用了朝鲜时代最先进的建筑技术。宗庙建筑中没有任何多余的空间，尽量少地使用装饰和颜色，巧妙地体现了时代反复传承的含义，让游人思考生与死的意义。상덕궁과종현제둘다궁궐이라고할수는있어요왕과관계되는건데크게보면아마죽은왕이사는곳은종묘고살아있는왕이사는곳은창덕궁이다이렇게할수가있죠두건물다이제국가최고의건물이기때문에굉장히많은계획그다음에아주고급한기술이런것들이곁들여져있는데그러나이제왕궁이라고하더라도다른나라하고비교하면요비교적그소박합니다소박한이유는아마조선조또의그왕들의통치이념이그백성을위하고이렇게왕혼자이렇게화롭게사는것보다는그걸오히려더창피하게여겼고백성들의고통이나이런거를이해하면서이가급적그렇게화려하지않도록이렇게그궁궐을만들었었고요종묘같은경우는아마도이제그굉장히장식도없고아주그단순하면서도장엄한이런것들을갖고있죠그렇게되는이유는아마죽음에대한것을이죽음을기념한다라고하는것을그렇게그일상적인호화로움이나이런것보다는이아주단순한속에서의기억이런것들을이제추구했다고볼수가있습니다